刚刚又装了2桶沤肥的渣，还有一些肥水，准备把这一箱土跟那边那个小箱子的土给它堆一点底肥。这一箱今天下午堆了，把这个发酵箱的这些渣全都清出来，就把这一个箱子堆了，还有这两个梅子袋也堆完了。这些堆完都准备种东西了，因为我又撒了很多菜籽，马上就又可以移栽了。这样先开一条槽，本来今天下午不打算买肥的了。但是想想，觉得还是堆一点好一点。告诉你这个酵素，这是以前沤的洋葱酵素。我妈种红薯都是这样子放很肥的，看之前还烧了一些草在里面，倒点酵素。都堆好了，再过几天，过个4-5天这样子吧，等那个蒸橙菜心长大了。